乡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十一月十五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先一开始，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有真侪国家拢要求入境的时要有预防下的注射证明。但疫情指挥中心伫顶日啊，嘛有宣布讲，目前全世界有六个国家认证咱的高端预防下。念个即马是阁讲摸唔着去啊，其实干那四个国家尔，是纽西兰、秘鲁、印尼甲比利时。这位官电视中是表示，日本以色列甲阿根廷是有同意的，也毋过对外公布名单的时说无，咱会继续争取支持。各国边境政策放任，包含美国等未少国家提出需要疫苗注射证明这个要求，才当入境。指挥中心进前宣布，认证高端疫苗的国家有纽西兰、秘鲁、印尼、阿根廷、以色列、比利时。按国十三，指挥中心修正，无包括阿根廷、以色列，六国变四国。以色列自11月1日起，仅开放完整接种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七种疫苗，以及俄罗斯 Sputnik V 疫苗的旅客入境。我国高端疫苗不在承认之列。以色列跟阿根廷在一开始的时候它是有这样子的准许，我们这样可以进去。那现在所公布出来的常规的里面并没有包含高端，那我们未来也是要持续的努力得到更多的国际的认证。那我相信在 WHO 的赞助之下，这个结果应该可以尽快的出来。那是入境比利时外交部是讲，会当免除隔离的实施日期，也个犹太公告。根据指挥中心统计，截至11月11日，国内住高端的民众有77万人。指挥中心阁宣布，捌住过高端的人，若做紧急出国需求，会当伫人2天后换住其他品牌疫苗。按过去和外界质疑讲是两种标准。这也没有所谓的双标，我们替这有需要的人，经过专家的讨论。那有一个变通的办法，并不是说所有打高端的人都要这样做，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性，那也提供一个办法。注射疫苗上烦恼的就是出现副作用，专家黄国斌认为，某间疫苗人2天以上一旦减少对身体影响，严格对民众来讲，上期待应该也是高端疫苗什么时阵一旦接受国际的认可。记者综合报道。详细的消息来关心，宜兰近海伫昨暗9:05有发生规模5.3的地震。地震中心是表示，这是10月20日宜兰迄层地震的地震波。这层地震的中央伫宜兰县政府东南边24.6公里的所在，深度是66.7公里。上大震度伫宜兰、新北、台北、台中甲桃园拢是3级。气象局是表示，无排除未来一礼拜阁有规模3至4的地震波。那宜朗昨昏有发生地震，就较吃力啦。宜朗是发生2次大地震，一届规模6.4，一届规模是6.3，之间是差90秒。目前已经知影造成一个人死亡。三台大货车上路驶过一半，突然间发生地震，全部拢停落，规台大货车摇来晃去。国营电视台新闻报道讲，有一个查甫人看到山坡顶的石头规个崩落，这是宜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先发生规模6.4的地震，真侪民众赶紧走到厝外伫咧大路顶等。过90秒，又阁发生第二件规模6.3的地震。宜朗地震学中心讲，两件地震深度15公里，正央伫咧宜朗店铺所湾上段高木西度。بعدی دفعه دیدیم که خوب ساخته اون داره میلرزه خیلی شدید. اولش گفتیم زود تموم میشه اینا، بعد دیدیم که نه واقعا خیلی ادامه دار شد و 30 ثانیه طول کشید.阿巴斯港几座栋建筑物的壁有破损，或加在无结构性的损害。目前已经知影有一位22岁民众被倒来电火条啊地死。阿巴斯港北部地区因为电火条啊倒去失电，当局已经派搜救队，并且评估地震相关的损害。波斯湾另外一边的杜拜有民众讲感受到震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国家气象中心伫咧推特讲，北部加东部地区拢有感觉，但过无受到任何影响。伊朗地震真多，1990年北部发生规模7.4的地震，40000人死亡。公司新闻吴玲编译。社会关心天气，今仔日水气会减少，各地拢好天，是稳定的天气，只是早暗会较凉凉。咱来看云图。今日加拿大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有地阵雨，只是温度会小可回升，各地早暗会较凉。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新竹，是13.5度，其他所在低温大约是17度至20度。
拜三开始，水气会变较侪，到时伫北部、东北部会阁转凉，可能规天拢会落雨。啊，若拜四落雨就阁较明显。拜六到礼拜，东北季风会减弱，温度会回升，雨也较停。出兵国手杨合金目前伫哥伦比亚参加今年的世界竞速出兵锦标赛，成功拼到两块金牌。严格后来，在另外一场比赛时，和墨西哥的选手去挨到，全跌倒，倒手骨骨折，目前在当地医疗。严格当地医疗较歹，国无出兵协会斗三工，即马教练郭部长伫面册看文章，唔忙有人会当去斗三工。国人溜冰国手杨学金比赛时阵跌倒，另外一位选手也搬来坐到伊的倒手，伊倒手的骨头规个碎断去。后段他的后方就是有一个选手跑出了。然后伸手去推他。赖副总统，我过这个哥伦比亚代表处而来的，咱无在地的，迄个人员底下，啊，所以就有这款的落差伫个啊。杨学金伫咧这场比赛连胜半两遍，教练只讲讲这边是墨西哥的选手挑工改杀，唔那是伊的手骨也拢是血，腰也受伤。虽然人伤病，不过当地医疗环境无好，照电工就等两点钟，开刀等十点钟，一来甚至乎新冠病毒的患者四处拍拍照。教练伫 FB 七人到三工，这边讲他后续的训练，然后也一定会影响他亚运的表现，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的手，他没有办法摆动，他全身是没有办法协调。经由面带联络副总统赖清德等人，正得到外交部等单位的协助。严格对中华台北骨轮溜冰协会无派人等引起，教练无啥欢喜，因为杨学金扫落来，恐惊无法度参加亚运的选拔。杨学金是代表台湾去哥伦比亚参加2022世界竞速骨轮溜冰锦标赛，在个人甲团体赛已经摕到两块金牌。在世代温时阵也摕五块金牌，成绩真好。这边伫咧国外受伤，体育署讲伫第一时间就掌握到消息。杨学金按算十六回国，再来会由国训中心的医生协助评估伊的伤势。记者综合报道。感谢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查甫重点，先来看联合报。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五暗要举行视讯峰会。根据了解，美国和咱台湾卖伫十六、十七伫华府举办驻青官员的对话，针对区域安全、两岸关系、军事安全的议题来进行讨论。来关心自由时报，受疫情影响，去年去医生看的数量比去年减2000万件。严格嘛是有33000人一年去医生看90次以上，其中有一个中年的查甫人一年去医生看839次，排第一。一天去病院去医生看2-3次，即个走病院未输惊走开，患者有44%过去嘛，安尼是同一群人。来关心中国时报，因为车祸烧 A 就和塞玛莎拉蒂的歹徒拍个重伤脑出血，受伤的这个查甫大学生，即马人已经精神已经清醒，昨昏鼻胃管嘛已经提掉啊，恢复个袂歹。台中营总是表示讲，上紧伫今仔日就当转去普通病房。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有8个大病疾病的案例。那预防下注射率一部分，有国人现在是在关心说，咱国内敢有可能注射率会当达到95%？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12岁以下的囡仔未使注预防下这部分，人口就占10%，所以咱是无可能达到95%这个目标。那我们这8例境外入的个案，分别是3例男性、5例女性。新冠肺炎疫情本土确诊各家庭，也无死亡个案，也毋过有8例境外移入确诊，分别是印尼、马来西亚、缅甸一家越南。伫这8例当中，有4例可能是突破性感染，其中3人捌伫印尼甲马来西亚注完整2剂中国科兴疫苗，也过一个人是注2剂 BNT 疫苗。除了序号6，它的 CD 值是27.3之外，那其他7位，它的 CD 值都大于30。那是澳洲疫情反扣国外学者推测，第二剂完整注射率要达到95%以上才安全。不过台湾人口结构性的问题，可能无法到达到标准。国内的12岁以下的人口占10%左右，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达成。这其实可以透过所谓的非药物介入措施，比如说戴口罩。那个社交距离都可以降低，需要达到这么高的完整的这个涵盖率。
疫苗注射率指挥中心发言人曾仁雄是讲，爱阁看国际发展，过年后是毋是还阁会当维持这个现况，拢会影响到各国边境开放。但是彰化县有国中生注 BNT 疫苗了后，出现脚麻无感觉，目前已经通报不良事件，卫生局会协助预防注射受害救济申请。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全乡亲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亿5千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511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8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487例。中国的病例有98000多例，日本是超过172万例。目前在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三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是超过47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100万例。欧洲的国家在英国是超过957万例，在法国是超过737万例。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伫欧洲国家阁反扩，一寡国家确诊病例阁创下新高。即马奥地利已经提出行动的限制，规定讲无做预防下的人，一寡所在未使出入。Daher haben wir heute beschlossen, dass ab morgen Montag 0 Uhr in Österreich ein Lockdown für Ungeimpfte gilt。奥地利即马要对无做过两剂预防下的民众有限制行动的措施。奥地利总理查伦博为讲到正当，要啥离居制度？离居是指日本内面的注射加恢复健康，就是讲12岁以上的民众，除了买生活用品加看医生，出入某一挂场合就要有做过两剂预防下，或者是丢过恢复健康的证明。Bereich darf nur noch in Ausnahmefällen verlassen werden. Es gilt künftig im Handel 2G.Im Handel, der über die Grundversorgung hinausgeht, also der Besuch von Bekleidungsgeschäften, Sportgeschäften, Möbelhäusern oder anderes, ist nicht mehr gestattet.即马冬天天气变冷，欧洲国家新冠疫情阁变严重，尤其奥地利一天确诊人数一直创新高。官方统计，有注射疫苗的民众发病率有降低，不过无注射人发病率是增加。新措施实行了，未来10天内，若是民众无注射疫苗或健康查了，出入被限制的所在，会罚500澳元，换算代表是15000。Ab morgen muss jede Bürgerin, jeder Bürger, jeder Mensch, der in Österreich lebt, sich klar sein, dass er von der Polizei kontrolliert werden kann. Denn wir werden in all unseren Kontrollmaßnahmen, die wir polizeilich durchzuführen haben, auch den 2G-Status kontrollieren, auch den Grund des Betreten des öffentlichen Raumes.Kontrollieren. 奥地利国内900万人口已经有65%的人做过疫苗，不过是比欧盟的平均水准较低。奥地利也是欧盟会员国内面第一例宣布对无做疫苗的人实施限制令。奥地利官方会在10天了对疫情加限制令实施的状况做检讨，再过来决定后一步的防疫政策。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联合国的气候峰会，会议开2礼拜。尾也有完成一份气候协定，包括200个国家同意要做伙对抗气候变迁、全球暖化。严格日本在协议内底，大家是约束好，讲要偷偷啊停止烧土炭。尾也印度煞熊熊反悔，所以尾也决议毛做退让，对偷偷啊停止改做慢慢啊减少。I now invite the COP to adopt the decision entitled Glasgow Climate Pact. Hearing no.Objections, it is so decided. 英国格拉斯哥举办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经过2礼拜真长的协商，13种有达成协议，将近200个国家同意把全球升温限制在摄氏1.5度内底，以此为目标来减少排放温室气体。不过，印度在表决之后一时阵表达反对慢慢来淘汰烧土炭的条文，只是答应慢慢来减少。印度环境部长亚达夫质疑，开发中国家也应该爱来处理国家发展，也佮有消灭散车这问题。未来答应完全买烧土炭加化石燃料补贴是无大代志。印度讲法得到中国、伊朗、南非这国家的支持，只要各国妥协修改这条文，主席夏马也解释的。I apologize for the way this process has unfolded, I am deeply sorry. I also understand the deep disappointment, but I think as you have noted.
it's also vital that we protect this package.外界对着这项协议普遍认为无法度来解决全球升温的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强调，气候大灾难依然在逼近。一点环保小路同贝利亚发推特表示，结论就是一寡无意义的话，真正行动爱在会议以外来进行。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接下来去南美洲上个好个国家智利，智利的人民介意开钱买物件。啊！那国际上一寡二手衫、无少个流行服装，拢会送去遐。当地旧衫懊悔是贴干那，亲像一粒山，对环境造成伤害。在智利的阿卡塔马，全世界上大数的沙漠，有一座旧衫的牧场，真侪过时退流行的衫，伫只堆甲一堆干那山，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这个呐，生活真歹过民众，会来只变一寡旧衫当去穿。Bueno, y venimos a buscar ropa porque de verdad no tenemos, porque de verdad la botamos todo ya cuando veníamos ya de mochileando para acá.智利是南美洲正富裕的国家，国民的消费力正高，长期以来也是二手衫加滞销衫裤的转运中心。一挂衫伫咧中国或者是孟加拉制造，行销到亚欧美洲，最后回收到智利。严格只有39,000栋卡摆，因为无经济价值卡关，最后拢转到沙漠。为了要改变这种恶性循环，怎么也有一挂环保回收的事业。有人把旧衫拍碎，钱伫咧部分纪念板内面，由业者回收旧衫裤爱收钱，教育民众纺织废弃物要成本，卖过度消费，一个利用废布料生产环保的洗衫，制作过程无用化学药品，也无用水。Hoy día lo que te decía, estamos en ese punto de inflexión donde las personas empiezan a pensar en este cambiar su decisión de consumo, pero hoy día lamentablemente. 根据联合国2019年的报告。全世界服装产业伫咧2000到2014年之间增加一倍，浪费全世界20%的水资源。另外，服装产业也造成全世界8%的温室气体。废弃物无论是放伫咧户外，也是待伫咧涂骹，拢会释放出污染物到空气或者是地下水。无论是经过合成或者是化学处理过，拢要200年才有法度生物分解。毒性是无适合废车链或者是塑胶，对环境的影响比大家所想的悬正多。所以以后伫咧买物件时阵，想好是需要才买，毋是想要买就买。公司新闻是会两边译。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五暗要举办视讯峰会。在会议启动之前，美国国务卿还有中国的外交部长两个人有先通电话，台海议题嘛正做焦点。中美双方正式过真久的拜习会，会在美国时间十五暗时，北京时间十六早起，用视讯的方式来登场。虽然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有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但过面对面来对谈也是头一摆。北京表示，会议是要为着美中竞争来定定规则，目的不是伫个寻求特定的成果。We are seeking, and we're not specific deliverables or outcomes. More because this is about setting the terms, in our view, of an effective competition. We're in a position to defend our values, which certainly will be part of the president's conversation, and those of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and also discuss areas where we can work together. 就伫个办事会定定进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先通话，讨论会议相关的准备。会后，双方发布新闻稿，其中台海问题特别被点名。政大名誉教授丁秋欢分析，习近平一定会讲到台湾的议题，拜登可能又再讲到美国一个中国政策，避免台海紧张的局势。也不过，中美双方在这重大的议题顶面未有具体进展，外界普遍对这摆会面是期待无关。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媒体最新的民调显示，美国总统拜登的满意度降到剩41%，这是创下伊上任以来的新低。来关心德国的疫情严峻，佮帕斯贝实施点出来办公。另外，以色列伫今日是同意国会至十一岁囡仔买晒注意红霞。来关心日本新闻，佮是宣布明年正月要推动经济安保法，那是进口中国货，也是中国设备，拢爱大型审查。镜头阁转来，阁来，咱来关心民进党伫礼拜三有举办全代会，并对剩一个月就要举办的公投，主席蔡英文是强调讲，呼吁人民爱当选的无同意，而且嘛呼吁民进党员爱收掉公投，还阁有立委的补选。
行政院长苏贞昌是批评国民党无才调，只好用乱的来阻隔执政。民进党原是首长加上执政团队总动员，民进党全代会择时举行，即届主题稳健执政，台湾有力。面对一二一八公投伫要到啊，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再一次强调，四个无同意要收掉公投、收掉补选，再一次为台湾牵一条风扇，正面迎战。我们要正面捍卫自己的价值，正面捍卫执政的理念，以及正面捍卫国家发展的路线。民进党不怕公投，更不害怕对手提公投。蔡英文表示，台湾人无欠民进党，所以民进党必须爱用上好表现，证明是值得台湾人信赖加附托。行政院长苏贞昌也上台做施政报告，也加各项政策，批评国民党无法度加民进党比，所以用乱的来做改施政。我们怎么样团结一起，让我们奋力，我们走过国民党的乱，让台湾人民对民进党更有信心。这一次啊，公投对台湾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这是今天我们全代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民进党把公投挑战当作是上个重要的任务，跟台湾基进合作，全力拼战。全代会也通过2022直辖市跟县市长提名特别条例。民进党六都直辖市长提名候选人，由党主席蔡英文依照定调办法来提名。执政任期伫要届满的基隆市、新竹市、屏东县市会办初选。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是昨下晡在台中的北屯举办公投说明会，除了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还有在地民意代表有参加。重新启动核数公投提案人黄树修，也有亲身去现场说明核是重判的重要性。四个同意就是民意。国民党的面台伫咧台顶画口号，希望民众十二月十八公投会当投四个同意票。国民党十四个岛在台中市民族公园办公投说明会，现场有两三百位民众。协助重启公投的带头人黄树修也到现场，强调重启协助的重要。政府说不盖三阶也就会缺电，但是不用核四也不缺电，到底缺电不缺电？我觉得大家心里都有答案了。八一五嘛，五一三嘛，五一七嘛，三次全国大停电，都我袂记哦。黄树修点出执政党对供电稳定的矛盾，原来拄时间公投的带头人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告诉民进党来去多巴胺的立场前后无同，家己选家己的嘴皮。啊，就是双标，以前反来牛反来猪，啊，即马执政，讲会知啊，来猪可以吃啦。吃了不要紧啦，吼！四个都同意啊，台湾最有利。总统加油！加油！谢谢。前总统马英九十次参加铁人三项比赛了，也发出四个公投拢同意的口号，对民进党的四个无同意。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国民党甲民进党的政党对决。严格国民党强调，这是人民甲政府的对决。国民党台中这场公投说明会，包括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等大咖拢到现场，希望会当催出更加侪公投同意票。记者综合报道。红头书有一个戏名叫做谢明辉，昨一去钓鱼仔时，去钓到一张真有价值、真完整的新型的红酸蚵。为了要证明红头书的生态真丰富又翕相，尾也就可以登去大海。台东县的农业处是表示，红酸蚵是保障酸蚵，所以有法律的保护。不管是钓到或捕捞到所谓的宝石珊瑚，一定要在现场就把它归还给大海。那不然的话，它回到了不是渔业署所许可的港口的话，被查到有宝石珊瑚，那它会依违反那个渔业法的规定而被裁处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甚至最严重有可能会被撤销到渔业执照。钓到这个红酸蚵的渔民谢明辉，伊是表示，伊原本讲家己去搞到粪扫，结果发现是酸蚵手，所以伊全翕相来证明讲红头鼠的海洋资源真丰富。尾呢，伊嘛甲这个酸蚵带登去大海，伊讲红头鼠是美丽的岛鼠，希望大家爱惜爱保守。
来关心发起保护海草打工岛的环保团体，伫前礼拜有举办记者会，伊是讲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咧起的停驶有真侪无正确的所在，伊嘛宣布伫公道进前有可能要举办游行，希望大家来保护海草打。后个月十八就要举行公投，海草搭公投的提案人潘忠进甲支持的环保团体表示，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起咧关灯，有真侪定数无正义的问题。如果程序上不正义的部分呢，要在这个时候呢去提出所谓缺电，或者是说中南部的废来换早交，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厚道的，因为他们过去自己资讯不公开，决策不透明。所以种下今天这样的恶果，一场听证会都不愿意开，却要去开，现在是听说要开2100场的说明会，那这个实在是让我们觉得失望了。环保团体表示，过去民进党主张深澳电厂扩张未来使用清气的煤，甲即卖咧杀天然气发电较清气的态度是完全无同。即句话拢是民进党咧讲。2018年4月24号，在经济部的来对网页来对讲，为什么要盖深澳燃煤电厂？为什么要选择燃煤不采用天然气？民进党即种来对，天然气是无好的呢，燃煤较好呢，这拢伊讲。距离公投剩差不多一个月，环团表示无排除会伫公投进行来举办游行，但是确定举办会伫适当的时机向外界来宣布。记者郭文钓随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阁传出怡丰社住唔着白住的代志。这是伫台北大安区有一间诊所，加23个人，因原本是要住 A Z 第二栋，诊所却改住 Moderna。目前诊所已经封停权，嘛伫斟酌这23个人的身体状况。在大安区一栋大楼一楼的诊所，大门关掉的无看见。13本来要甲23位民众做第二剂 A Z 五红虾，结果煞无顺利做做莫德纳。迄间有28人，经由公费疫苗预约平台预约要做第二剂，另外3个人是登记存在。13号诊所的人填唔到疫苗，阁无做到3趟5队，一直到看诊结束，点药的时阵发现 A Z 拢无检，赶紧通报。前一天是13期的最后一天，隔天是14期的开始，是医院跟诊所我们都同步的是打莫德纳，所以他们有去领回莫德纳的疫苗，工作人员大概没有注意到，他们抽错了，他们自己不知道。虽然讲中央已经开放第一线人员南美组 A Z 加莫德纳疫苗，但过又未开放一般民众南美组，只好赶紧联络这23位民众，确定因的状况。昨天就是只有一位有表示有不舒服，就是一点酸痛的问题，其他的部分都没有。那我们会持续的追踪这个部分。北市有请这个诊所就暂停这个注射疫苗的业务啦。所以如果说刚好有预约这个诊所的民众，北市会帮忙转介到其他附近的医疗院所接种。指挥中心讲，即马即间诊所已经暂停因注射疫苗，对注唔到疫苗的民众会继续追踪关心伊的健康状况。另外，也会督导诊所改善注射疫苗的措施，一直到全部拢改善好势，再阁开放注射疫苗。要若是毋是采发一贯研究，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小琉球的白沙国小为着被打造友善校园，在学校内底有适合游客请假的所在，严格说发生有30个民众摕热厨房去遐洗，学校阻挡伊嘛无咧信道，最后是叫警方来协助。几个人来到小琉球的白沙国小，摕水管直接来洗奖板，一群人洗了了后，换另外一群人，前前后后30几个人入来学校，还有人无挂嘴安，嘛予校长无得接受。第一个是没有经过学校的跟我们报备，第二个就是他跟我们设置冲脚器的那个原则是不对的。我们是在希望他冲脚，然后把沙子留下来，可是他们是连 SUV 板全部都搬上来再冲洗这样子。学校讲，校园内底有洗脚区，是为着要营造友善的环境。而山嘛会让学生倒等于山摊，变成是环境教育的一环。但因为风雨已经暂停开放，但是这群人无通知就闯入来，让人阻挡嘛无随停止，让校友是生气甲报警。还是要二级警戒，你还是要一些相关的措施，比如说你进到学校里面，还是要量起体温啊什么之类的啊。结果他们都没有，因为我们现在校园并没有开放禁止运动场的部分进到校园，那一样也要得到校方的允许，那要遵守相关的防疫的措施。
警方表示，这群人为东港收割小琉球，因为同行的人捌参加过相关的活动，知影学校内底有洗脚的所在，才入去。正中入去校园的人嘛，伫个面册来发文讲歹势，认定家己的行为无介好，应该爱先问了后才会当入去，后续会派人来清理现场，嘛得到学校的原谅。记者王刘婷、陈汉坤评论报道。台东富光渔港的码头，因为路真矮，常常大塞车。官府在适当前有规划改善码头的工程。在去年施工的港区外宽道已经完工进入通车，即马要去外岛坐船的车辆，也过要去东海岸观光的车辆，就会当分流。这条码头港富光渔港新的钢铁强度道路长两公里，拓宽将这两线快车道加两线慢车道，也过人行道。就是早起完工通车，因为这个交通哦动线会比较顺哦，因为平常都塞车嘛。富光港是要去绿岛跟兰斯的交通港口，为了要改善港口的建设，政府四年前向中央申请经费进行扩港工程。其中这条东五十六线是进入港区的重要道路，去年开工，经过一年的工期，开了要到四月，即马完工。政府讲，因为疫情无法度出国旅游，绿岛的旅客增加真多，已经向中央阁争取经费，改善绿岛跟兰斯的港口。蓝屿的开源港跟绿岛的南寮港，长期也是被民众说比较需要再更好的更新。那我们应为了未来跟交通部来申请经费呢？通车的东五十六线，官府已经号名做海滨大道，不过一个一段是要通往码头的联络道，是港区的扩建工程，按算会伫马尼元旦假期进行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镜头，咱来去分林。分林的拿来，当年拢会举办木瓜评鉴。今年八月份的时，因为落大水雨，所以今年木瓜产量仅仅剩三分之一。介绍嘛是这几冬上好的一摆。农会嘛表示，今年木瓜真甜，品质真好。一箱一箱木瓜排排开，评鉴人员来回试吃。这是分林县拿来乡所举办的红透台湾木瓜评鉴比赛。外观它不能有一些擦压伤啦、风发啦，或者说有一些病虫害，现在有一些粉介壳虫啦，可能会造成它表面一些脏污啦，霉烟病。工作人员协助我们去做这个糖度的一个测定，基本上大概都有11度以上啦，那最高我看到有达到15度的。为着要提升在地木瓜品质，拿来农会评鉴标准是真严格。除了外观爱清气无刻伤，阁爱评鉴人员实际试食七糖度。不过因为八月时啊落伤侪雨，地数今年的产量敢那剩三分之一。剩三分之一啊，事实上是减了很多，没有错。其实规台湾的木瓜拢要是有去拍卖市场，但是咱即马就是这十七年来无风台的情形之下，今年我拄到上好的介绍，上好的情形，鼓励农民。卖干啦，注重产量。因为木瓜受损害，产量大大减少。今年的木瓜是真好价。农会表示，会继续鼓励农民提升作物的品质，也佮开发加工品佮相关的料理，拓展销路，也提升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也是在分林，在分林的黄金夜蒲生态馆，是咱全台湾唯一一个小界夜蒲的场馆，是要保护夜蒲，已经创立二十多年啊，继续在替夜蒲的生态在打拼。最近呢，有邀请艺术家设计八款夜蒲的布案啊，要让民众来认识夜蒲。二十几年前，黄金夜蒲生态馆的创办人，在分林水那乡的树顶。发现亲像猪仔仔的黄金夜蒲，才开始催生这个馆的成立。官方也表示讲，最近因为武汉肺炎，众人对夜蒲有误解，所以专工办一个展览，小解一挂金的等种的夜蒲种类，望民众理解保育的重要。这个就是台湾夜蒲，是吃虫类最大只的，我们就是来保育这些黄金蝶。只剩一只，然后又不是每一只都会生。官方也请手工填布红啊艺术家做出八款无同品种的夜蒲红啊，来了解夜蒲生活方式。古锥的夜蒲悬悬挂伫电区，不时叮当一下，好亲像真正的飞。有八种蝙蝠，可是有不同的形态，像每一种蝙蝠都至少有一只是飞行版本的。可是像是在洞穴那边，他们的停法通常都是从
那个洞穴的顶端这样子垂掉下来的，所以它的脚是会拉得直直的。然后另外一种是像趴在叶子上，它的脚可能会比较缩一点。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是有点介于中间的。官方要办活动，和民众动手做古锥的叶婆尪啊，和众人对叶婆愈来愈感觉亲切，袂阁惊吓。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的南埔社区有专工设计课程，和社区内阿公阿嬷斗阵跳舞学人师，唔呐，和老大人会当振动筋骨，嘛要展现社区的人师文化。阿公阿嬷对音乐人师头实在介闹热，当然行动不方便的老大人也拢坐咧拍拼人，同款展现因的精神够活力。即卖人落去吼，就是算全身拢有运动着就对啦，啊，搁再音乐足轻快，啊，咱来到遮的时，买对安尼心情较好安尼就对。以前那是靠传统的人师，就是人家庙会的那种人师。那跟这种比起来，你觉得差在哪里？啊，这个比较简单啦，因为年纪大了嘛。啊，老师讲啊，教比较简单的就好，不然脚步对袂对。南投草屯的南埔社区定定举办课程，不管是做鸡卵糕、刺绣啊，还是学英语，时代拢会当来关怀指点，互相交流。这回特别甲人师和跳舞结合，唔呐，甲时代做师头，佮教因人师，看一挂老大人跳甲遮顶真，都知影因拢感觉真欢喜。那我也觉得他们的运动量也是够的，因为手臂的出力上肢，啊，脚也顺便动一动。人讲活到老，学到老，这个人师课程唔呐，和社区的时代会当活动筋骨，做伙学习交朋友，佮会当传承传统文化，变作社区的新特色。记者综合报道。在嘉义县偏乡的国校啊，因为读册囡仔人较少，所以资源嘛较少。即马有一挂民间团体，也佮企业有三天资源，要帮咱遮个装卡囡仔。学生囡仔用手电仔，或者太阳能的机器人来叮当。除了太阳能的运用，还有电脑程式、虚拟实境的课程。嘉义县偏远学校的囡仔，才期待会当上到这个课。可以做到这种实验，还是第一次做，感觉还蛮对他有蛮有很多兴趣啊。就是自己体验动手做做看。E领域的加入，也让我们的师长呢，他们的就是教学的范畴更加的广泛，让孩子的学习更加的丰富。透过教育部甲嘉义县政府的合作，几下个科技企业甲文教基金会，做伙伫嘉义县十四间高校推动科技甲古典音乐的教育计划。希望透过教育资源的提供，照顾偏乡各校的学生。学校是在比较偏远的山区的部分，那孩子他们可能平常接触的东西不是那么的宽广，那借由参与这样的计划的话，对孩子的一些学习的知识的见解会有很大的帮助。教育处表示，推动这课程计划企业甲文教基金会为2009年到今投入的资源愈来愈丰富，吸引真侪学校要来参加。即届精选出来十四间国小，拢希望透过即届机会增加学校的资源，替偏乡的囡仔提供更加好的学习环境。记者林慧婷加记报道。即阵农委会当地全国推设食卫生这款服务，要改善农产品的食品安全，也佮有病虫害。嘉义的中埔即阵嘛，甲一个旧肥料仓库改造予食卫生进驻的所在，要解决农民拄到的问题。农民把车塞在电脑头前，取数量和资料，免落车就可以买到肥料。嘉义县中埔乡农会把旧的仓库改建做住宅中心，内底的农用商品百把款，还有买肥料免落车的服务。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他其实不用下车，多一个人做哦，他长期可能会一些脚伤或是什么，他免下车服务，让这些工作人员透过下订单的方式，他直接从里面做处理，下单之后出来把肥料上车，他们只要做一个点收的动作，其实都对这个是非常方便的。比较耽误啊，啊，搁物件摆到这么整齐，需要先看了看这个足清楚的。再来新的住宅中心，内底嘛配合农委会甲学校的研究单位。成立食物医生的服务据点，提供免费检验、咨询、实际到参访看诊的服务，协助农民改善病虫害和用药的问题。不单单只是做诊断排药，我们希望是以整个作物健康管理的整合性管理的方式，然后去提供给农民一些建议。嘉义县政府表示，
中部农会土皮食物医生是农委会伫全国第二个建立的推广据点，希望食物医生会当早日完成立法甲证明，让台湾的农业发展会当再来提升。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诗人萧萧，伊唔呐写诗、写散文，佮评论诗、教人写诗，伊嘛是当代真有分量的诗人。伊对诗一直充满热情，今年嘛摕到五三年文学奖。当代重量级诗人萧萧，本名萧水顺，唔呐写诗、评诗、编诗嘛，教诗，几十年来拢保持一种热情。他的敬业心是非常崇高的，就是他要去，他有机会去做事的时候，他会考虑到这个事情对别人、对年轻人到底有什么帮助。这个敬业之心呢、啊，那我觉得那个敬业之心里面呢、啊，他有一种更特别的，就是说。他是用一个比较冷静的方式去呈现他的热情。小小因过伫高中大学教册，期间出版大量的新诗小说、教学图本，嘛捌伫金美高中教册时，甲参学生互动的生活趣味写作散文《太阳神的查某囝》，摕到优良读书金鼎奖，伫推动文学这方面贡献真大。教青少年怎么写书、怎么读书的啊，这种赏析式的东西啊。他愿意去写这样的东西啊，这个基本上来说没有热情是做不到的。他也会去从新诗里面去找到一些比较跟生活啊息息相关的，比如说诗中里面的幽默啊，那这些幽默跟人的生命之间的关联性。萧萧不出版十多种的诗集，上受到看重的是《中年回头》，以教育家的爱做引路，用信任嘛免不了拄到困境，表现关怀天下精神，亲像咧讲伊本人一心追求甲实践，这嘛是五三年奖。评审委员会评选伊佳作第四十二届文学奖得奖人的重要依据。小小出身中华，伊伫得奖感想写讲：中华意思就是中明文化，嘛真佮意陶渊明所讲的“从容大化中，不喜嘛不顾”。希望家己未来的文学创作核心，就伫大化参文化之间思考累积。记者陈阿文曾派文林玉凯代表报道。来看美国流行歌手小甜甜布兰妮受老爸监控十三天，一直法庭是指控讲伊家己被强迫食药啊，佮装备运气，防不动对胎。洛杉矶的法官尾也是裁定停止监护权，伊的歌迷嘛替伊欢喜。要将激动化成五彩翠纸压过涂骹，因为因支持的美国流行乐歌手小甜甜布兰妮接受爸爸监管十三年后，总算十二日间，洛杉矶法官正式批准终止监护权停诉。法官潘尼在法庭宣告终止布兰妮的人身甲资产监护。马上有效，这个消息一日出来，布兰妮本人也在 Twitter 顶端感谢民众一路收听，讲这是上赞的一天。搁在文章内边也讲，布兰妮被解放的主题标签。今年六月，布兰妮头一届在监护权接管听证会上，讲家己十三年来，被人强制吃药啊，也甲装撇台去。生活各种大细项代志，袂使家己决定，希望过家己的人生。七月，布兰妮总算会当家己选择律师的权利。迄个时阵，伊非常的伤心，一直哭，也恳求法院会当立刻解除伊爸爸法律的监护。九月份，法官宣布停止布兰妮伊爸爸的监护权。We did this together. It took everyone to fight for this and to make it heard because we were a joke for so long. We were a joke. This is not a joke. This is someone's human rights. This is a woman who is a human being who lost her life.由马将家己发起的解放布兰妮活动，两年来一直为布兰妮的终止监护权的走动，出现在每一届的法院听证会外。在布兰妮停止监管的好消息了后，因特别出外庆祝属于因的胜利。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澳洲土地跨一挂较偏远的所在，因为欠缺专业的做头毛的美容师剃头师，所以为少年家设计，少年的设计师决定带伊的团队用行动美容院赛车去增卡所在服务当地人。
伫咧实施被美发师班布拉，是来自澳洲北领地偏远的一个店马宁里达。伊伫咧十四岁时阵搬到师傅达尔文，有一位老师出钱予伊去体验美容美发，所以就决定要做这道。She paid out of her money, and it was went to the first my first barber shop. It was great. And then after that experience, I wanted to be a hairdresser.班布拉今年二十岁，甲团队拖一台行动发廊，到北领地十几个偏远的社区，和当地居民体验美发的服务。伫咧伊实习的生活就要过一段路的时阵，伫最近摕到北领地颁予伊的少年成就奖。I think if we go out the community, sometimes we do a haircut for like 3 hours standing up. I thought it was just going to be a normal hair cutting, but it was literally more than that. So that surprised me, and it's like, oh yeah, I'm actually helping my community.班布拉参加 Deadly Hair Deal 行动发廊，头家提供予当地原住民或者是有特殊需求的人实习的机会。班布拉正认真看待替社区的居民理发的这份工作，因为这的工作机会无多，职业的理发师更加少。He's like the Pied Piper. When I take him out to communities, all the kids are all chasing him. He's like a celebrity.和少年人理发的工作机会，那是建立因的自信心，也和社区增加一份活力。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日本的塑胶粪扫剂、塑胶油啊，这款粪扫造成近海，亲像伊岛半岛这所在受污染，嘛影响当地生态。希望顶白浮桶，一半浮伫咧海边，一半沉伫咧海底，渔船该拖顶重。在海边浮浮沉沉，这是日本正港的伊豆半岛，不是渔民在抓鱼，是科学家在收集塑胶微粒。Un coup de filet de partout, que ce soit dans les rivières, au large, de Hokkaido, la mer de Seto, à la Pacifique ou la mer du Japon, dans tous les coups de filet, on a constaté du plastique.法新社报道，法国的塔拉海洋基金会调查，在过去四十年，海洋内面的塑胶包装发生纤维的服装，甲鱼网、鱼线分解出来的塑胶碎片大量增加，或真侪所在的海洋，甚至是上深的海沟内面，拢有塑胶微粒。根据去年所发布的研究显示，地球海底有差不多1400万吨的塑胶微粒。为着要了解这挂粪扫对生态系统、食物链加人类健康的影响，法国加日本的研究人员伫咧伊岛半岛附近的海域收集这挂粪扫，分析相关的样本，了解塑胶微粒进入海洋的方式加数量。まさにその生き物の生態系を脅かすような存在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それがどのくらい今分布していて、どのくらい生き物に入り込んでいるかっていうのはわからないし、これはまあ世界がグローバルに調査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なんですね。自2020年四月，这个研究团队开始收集样本，到即马已经有200万样本，所有的样本拢有塑胶微粒。一挂塑胶碎片会变作微生物的栖地，或者是传播污染物的媒介，形成塑胶生物圈。专家担心可能会加重对食物链的影响。And because microplastics are floating, they can be transported from one environment to the other. We also want to look at whether or not those bacteria can be harmful to the wider food chain. Is it something we should be worried about? Do they transport any vectors that for diseases?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日本是中国加美国以外每一个人生产塑胶粪扫上多的国家。虽然日本在上粪扫管理计划和85%的塑胶粪扫回收再利用，不过也是有一挂流入去海洋。目前当局已经自2019年开始设定到2035年要100%回收塑胶用品，并且自2020年开始实施各部底下收费制度，希望会当改变日本国内。包装过度滥用塑胶用品的习惯。公司新闻，陈世东编辑。天气报你知，今日水气会减少，各地拢好天，是稳定的天气，只是早较凉冷。那只是温度会小看回升，到拜三的时候水气才会变多，到时阵伫北部、东半部会转凉，可能规天拢会落雨。作为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18度，上高26度。中部温度上低15度，上高28度。
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高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高26度。外岛的温度是17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将心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